Kenny 啊，今日嘅活動咧就啱啱開始啦，咁大家都好踴躍，而且咧我哋需要分批去進行，交流咗好多，一路以嚟咧大家嘅合作咧越嚟越受歡迎啦。咁你由中國同埋你哋嗰啲精英啊，而家以至香港呢個高峰澳嘅精英啊，都係有唔同嘅會員啦。嚟到同我哋去一起做一啲項目啊，社區嘅項目啊，一啲慈善嘅項目啊，帶俾我好多身心靈嘅快樂。咁我首先要多謝你啊，唐小姐嚇。我冇咁講，我哋客座愉快，即係希望可以幫到更多嘅人啦，亦都幫到我哋嘅會員啦，提升佢精神上嘅一個層面啦，同埋對藝術嘅一個更新嘅了解啦。依幾年我畫嘅畫，我都係希望賣到俾啲朋友，將嗰個大家嘅 connection 可以 connect 埋一齊，咁然後嘅錢係全部捐曬出去。我知道，即係而家我都係咁樣樣嘅 pattern。咁我覺得其實一個三角嘅關係咯，又可以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。我哋唔知道佢哋係邊個，咁但係嘅時間，我自己有、就是、需要嘅人啦。我自己又可以鼓勵到自己去繼續去畫，咁而我畫嘅畫就好童真嘅，我都唔知點解咁童真啦。咁又好多歡樂嘅，每次睇佢嘅畫係都係好多歡樂嘅。咁我由以前嘅畫黑白，咁而家因為呢兩年嘅 pandemic， 咁我將佢加咗啲顏色上去。咁我加咗啲色彩上去嘅時候，我好似俾一個新嘅生命俾佢哋咁咯。咁我就希望有陣時間咧，我會繼續去自己係好隨心隨意咁畫畫啦，亦都係希望可以多啲朋友，因為咁樣樣嘅時候，就互相可以幫助第三方有需要嘅人。其實上帝最厲害。就是你们都可以算我的儿子对对对，很大爱了，跟王先生一样，他常常呢做我们的 mentor， 给我们做古董的后辈啊，或许收藏家，给好多意见，他很爱分享，跟你们的精英会一样，就是高傲峰，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说，其实大家没有想通，想通了以后，所有的文化都是要跟上帝连接。Oneness 是我们最近就是受这个启发嘛。像王先生说，大家都有不同的宗教背景，还有文化背景。我们的宗教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，而且呢还可以呢共融，大家交流，互相学习。对，所以好多时候跟 Pasida 都有这个交流，我们都很有同感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。因为我们收藏了好多古书嘛，还是上次在中国会那里啊，我们也分享了对一些古文字还有古的书籍啊，这个是英文版的，就是很老的一本书哦，是吗？古书，对，这里呢有写着密宗 Tibetan 跟 Old Greek， 就是 Old Greek 希腊。希腊的古文还有它的文明跟我们西藏的文明的一种比较，从这本书呢去分析，等一下呢我们会给你看到好多西藏的一些符号，带着跟希腊那种文化的那种碰撞，原来这么久以前都有一啲哲学思想啊，或者佢哋嘅符号，因为我哋嘅历史真系好源远流长。咁譬如呢一个咧，就系叫做 Fundamental， OK？ 喺 Tibetan Buddhism 里面咧，你会睇到啦，系咪啊？嗱，留唔留意到？一模一样。佢有另外一个名咧，叫做。多姐，所以呢度有兩個，係一個 double 多姐。咁呢一張咧就係法王嘅坐墊，嗱裏面咧亦都係叫做龍床。咁所以咧，你睇左同埋右咧，有天龍同埋地龍，而且佢哋唔同顏色嘅。咁亦都陰同陽嘅意思啦，係咪？天為父，地為母，所以我哋話 Mother Earth 啊。神亦都係啦，自己嘅祖先，祖先嘅祖先，咁就係本源，本源宇宙嘅最終極嘅
一個力量嚇，喺佛教物宗裏面咧係好清晰嘅。嗱，所以後面咧有冇睇到啊？日同埋月。佛教其實是一種生活哲學，是不是？我們剛才講到 Oneness， 也有不同年齡層的朋友跟我們分享了，基本上不同的民族有他們不同的宗教，或者有他們的文化智慧，我們多多在這種平台去交流，我相信大家都會有共鳴。沒錯，好啦，沒錯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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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謝多謝。今天是一個十分之殊勝的日子，我們呢就在這介紹一些唐卡文化的傳統藝術。你會看到呢，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本尊，好像道母本尊，也都有呢各種物宗裡面的一些法門、法器、啊、以及他們本尊身上帶的一些珠寶，代表了他們不同的一些修行、一些法門，在度世間人的時候可以幫助眾生，特別殊勝。感恩這個機會，大家可以一探無遺參觀